老厝社区过去曾经邀请江艺师欧德华来甲定位创作，用废弃的铁罐仔来做色彩调配，再用钉仔将伊钉起来，变成美丽定位。做法简单，但是配色、挂灯、抽枕头啊，在过程拢会当予老大人的头脑更加灵活。为此，老厝社区搁再度规划开办课程，邀请民众做法来动手发挥创意。一个一个钉下钉啊，这款起来做饼，也是修理物件的钉啊。你敢知啊？个人起来做艺术创作嘞。1902年，工艺家胡达华进驻老厝社区，甲长辈来做这款定位作品。简单的步骤甲材料，互长辈拢做甲较有兴趣。为此，一年传一年，长辈常常拢会开定位课程，做各种特色创作。这个钉画吼，是对1902年有一个胡达华老师来进驻社区教阮这个钉画。所以讲，这个钉画吼，我们就一直延伸下去，因为钉画的物件就是环保，阁会当做艺术。所以讲，阮每一个月拢继续一直推动，把老师的才艺我们一直延伸。两会无回收的饮料罐，加落来当做色彩，每一位长辈都用发挥创意来配色，定下属于家己风格的作品。就算讲是共主题创作，也有无同的效果。身心灵。都有在进步，哦啊！如果你也说头脑也说也有在说，像要调什么颜色，就是彩绘啊！而且我又去买这个铜钉，那个铜钉钉起来配在我们的那个罐子上面呢、啊，那个钉子不会新鲜，也是会很漂亮。嘿，我搁提起漂光，因为吼我有感觉讲。今年是鼠年，啊，我提这個吼，我会当顶啊咱，会当挂咱的厝的吼，做一种艺术品，啊，咱会当等于是会当欣赏嘿。为了将这电视定位推广出去，社区经计划开办课程，让民众报名参加，并且请社区长辈来做老师指导，不但大家会学着做定位，长辈嘛会借此得到做老师的成就感。顶话吼，希望后日吼会当推动这个课程。到网络给人报名，因为吼、哦，电话这个物件吼，咱这长辈吼，电甲拢会晓做老师啊，所以讲伊教起来嘛欢喜，啊，大家电了嘛欢喜，所以讲希望民众会当大家来参加阮刘厝社区的电话课程。厝边阁有第四个工艺课程，替长辈的生活增添袂少快乐。这款会用动脑动手的活动，嘛，让大家拢生加笑嗨嗨。希望未来继续传承落去，让更加侪人拢来参与。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。